你俩在干啥呢？主任，明天晚上也就是5月26号有超级月亮加月全食。是啊，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哦，那所以呢？所以我们也想看啊，对吧，毛毛？是啊，主任，你要是不带我们去看，我们就绝食。我的天哪！哦，真的吗？给肉也不吃吗？是的，这次是非常罕见的天文奇观，所以还是希望主人能成全我们。对的，主人，你说啥都没用，我俩这次是非看不可。呦呦呦，还挺有脾气的嘛。其实没啥好看的，就一月亮好吧。不是的，这次是非常罕见的天文奇观，超级月亮加月全食。我跟毛毛这辈子估计也就只能看这一次，我们不想留遗憾。是啊，主人，我们总算很短暂，还是希望主人带我们去看吧。嗯，好的，我一定带你俩去看，还有肉吃，好不好？谢谢主人，太开心了。好看。